年度庆典全程 Viva。为庆祝澳门回归祖国14周年，今年澳门拉丁城区幻彩大巡游，小 Viva 将连同多个国家的表演团队，展开一场以生命的律动为主题的梦幻派对。记得来参加这段奇妙的生命之旅吧！12月20号下午3:30，大38牌坊见。